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ence。早安，今天呢就是要帮我的蓝色的轿车做改装和改造 ，OK？ 当前几天我看到朱浩呢也是帮他的 CHR 做改装，可是今天呢是我本来就编好的 ，OK？ 不是学他去做改装，是本来要编好做改装。OK， 为什么要做改装呢？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很爱车的，然后我呢本身是想觉得到还不够凶，我屁股也是有点圆，所以呢今天等下回去到保利社那边哦，去找 Rex， 他找改装我的车。Let's go。其实我是蛮紧张的啦，因为我不懂我改车过后会不会变成很懒啦。因为每次，其实我这辆车出不到三个月吧，我就改了。大多数人家是什么一年啊、两年后还舍得改，可是我一想，哦，一出我就想要改了，因为我想要一次过settle到完。所以等下我们在那边见。OK， 我已经到了 Rex Super Sport 改装店。我们先让我们老板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Rex， 我们是一个车厂，我们不单单是做改装。我们的传统有包括喷漆啊、维修跟一些外观的车。Rex， 你觉得对改车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车小改一定要来，因为高配打小钢炮呢，它出来的时候，它的车型会比较圆一点。然后一些 kit 啊，一定要加下去才比较有效果。像女生一样嘛，女生假如你的脸一直很美的话，你不 mark up， 你一直 polish 的话，完全没痘痘，它也是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一定要 mark up 一些，一定要加一些眼睫毛啊，一些东西才带得出它的效果嘛。OK， 还有一个问题的，每次人讲，哎呦 ，Clarence 你改车会不会很懒啦？你改车会不会很坏坏样啊，不好看嘛？然后你做改装车老板吗？所以你觉得对于这个的看法啦，这个的讲法你认不认同？我觉得我认同，比方说你买 Mercedes 也好 ，A45 它配搭的。配件出来 A45 它的 spoiler 出来也很高 啊，为什么你们当时买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哎这么很喇喇，反而你们会很骄傲的说我买的是 A45、而且它配搭的很多配件，而且它每一个 kit 都是附到完啊，可是 Golf 不一样， Golf 的话它出来它是没有这些 kit 的，它任你选择。 Golf 有很多产品啊，可以一款 spoiler 有五六款任你去选，所以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喇喇，是看你个人的 preference 来选择你要改什么东西啦。哇，这个有做功课哦，我也没有想到会讲那样准。哎，我认同哦，这好像今天啊，原厂车一出来有 body kit， 你们觉得到是原厂很紧？不是，我觉得到我们自己改啊，有可能就是我们要啊，我们自己装，我们自己选。好像我今天改了，等下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改的是怎么样。OK， 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哦。我们大部分 display 的都是 carbon pad 啦， carbon fiber pad。我们不单单是做 carbon fiber pad， 我们还有做 body kit。像这套来讲的话，是给七代 golf 七代升级 7.5R 啦，它可以独立控温。你看它的大灯，它的前面 bumper 跟后面，所以就不需要说你觉得 7.5R 太贵的话，你可以选择买七了，然后来选择我们的改装啦，就全套可以变成 7.5R 的。然后它还有一些 spoiler， 像这排呢，就是Golf Mark 6的东西啦，前面前唇啊 ，spoiler 啊 ，spoiler 吧，我们都有好几款了了，是五六款。你是什么车款，你就到我们的网站去咯 ，Rex Super Sport 查询就有什么东西，你去选择你的车款就有什么 spoiler 啦，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选这间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他 send 给我，哎，你要选什么、哦？你去看我的 website， 他 website 里按 Golf， 还有分 Mark 6、Mark 7、Mark 7.5， 然后你可以按哦，里面可以选，他有放明明给你哦，所以哦，好像买菜一样啊 ，OK， 你要煮东阳，他就放好给你什么东西。你就是精湛不了，然后安装过后 before 的照片跟 after 的照片里面都有的，去到那边就你自己选择你要怎样的款式。像 spoiler 后面的东西，前面像这个机盖，我们机盖我们叫 carbon fiber bonnet， 我们都有好几款了的。哇，单单是 Mark 6罢了，我们都多过五款或六款以上。Mark 7也是一样，都有五六款，是看你喜欢怎样的设计，然后你到我们的网页去看呐。这台呢也是 Golf 7的，那边只是 Golf Mark 6的东西而已。这边全部都是 Golf Mark 7的东西啦，我们不单单是做外表啦，内表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像 Carbon Fiber Steering。 Carbon Fiber Steering 呢，我们不单单是做 Volkswagen 而已，比方说 Audi、 Mercedes 总之是 Germany 车啦，而且 Steering 是自己设计的，看你喜欢怎样的设计你来自己设计，有一些 RPM LED Steering 啊，或者是单单 Carbon Fiber Steering 的东西。这个啊我要换了，我想很久。为什么啊？你看啊，它这个啊，他可以开始跟我讲，你可以换 Alcantara 也可以，不要换也可以。然后这个你要放有 LED 那个 RPM 的是吗？也可以。哎，这个很帅呢，你想象这个东西是在 Ferrari 才有的，想象我 Golf 就有了，几顶哦。它增加你的驾驶感咯，加持你的驾驶感，你才会一直很爱驾你的车嘛。比方说，你 Wall Steering 多过握你的女朋友的手。哇，不可以。哎，你有女朋友啊？知道。有。
哦，有来到这边呢，我们就有起 logo 的东西啦。哦，我们不单单是做 golf 而已，其实我们 Volkswagen 蛮多东西是有的。比如说一样的，到我们的网页 Rex Super Sport 查询有很多东西。嗯，然后来到了这边，我们有 Mercedes A Class 的东西，还有一些 CLA 的 Carbon Fiber 的产品。嗯、等下要给你们看我选好的套件是什么，我觉得你们会猜不到，因为我选的是蛮算是夸张型的嘛。对，比较夸张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是什么。Okay, let's go。这个就是 Karen 选择的东西啦。来，我们问一下，为什么 Karen 会选择把他的后杠呢？把他的宝贝的后面的裤先脱掉先，对，把它换到完。来 ，OK， 第一个东西原因是 OK， 阿莱利本身的那个是假洞来吗？他的那个排气款是假的。对。然后想到。他给我看到这款的时候、哦、我看喂，这里可以放四个哦，就我觉得比较凶一点，因为哦 ，golf 啊本身它来啊，它是好看的，它只是屁股很圆，然后变成哦我们有点像女孩子车，所以男孩子驾的时候就咦怎么好像少了一点东西，所以我换了这个比较凶，所以当我换这个了、嗯、，automatically 上面就要加一个 spoiler 了，可以打啦，对，然后我前面还有加一个 lip， 对，是因为我后面很阔嘛，所以我前面，可其实。我很想换跟、Rex 一样了，整个 body kit 是、aspect 的，可是我想到前面那两个洞我不是很喜欢 ，OK， 啊它有一点大，我比较喜欢现在的它有一点线条、嗯，所以我就加一个 lip 这样子， okay. 然后还有本身是想要加刚才没看到的那个 steering 盘的，可是我想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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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决定，有可能我们下一次第二个 project， 对，啊我们就会换那些东西哦。现在就介绍完我这些今天我要装的，然后等下我会拍啊。Rex 的车给你们看一下，因为 Rex 的车听说啊，我不知道是真的吗？全马改最多的 Golf 啊，没有，在外观方面，可能我们是改的、比较多 Carbon Fiber 的东西、嗯，不是说最多啦，没有说最多，可能我们的 Body Kit 是比较limited 一点。So far 在马来西亚 Carbon 的，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有人有啦，可能他们没有拍上网还是什么，我不知道。So far 我是还没有看到有啦，嗯、所以等一下我们去看。OK， 我先问你，这辆车本来是什么车来的？本来它是 Mark 7 GTI 来的，反正我们福利没有说福利啦，就外观方面我们都 upgrade 了 7.5 啦。哦。啊 ，7.5 GTI 的配搭，像这个大灯的话，是 7.5 的 design 哦。嗯。它是带红线的，然后它是 L 的，你能看到 7 的话，它是 double ring 的、四方形的。对。然后我的车的颜色不是 red 哦，是喷的，它叫死色。我们的本店自己喷的啦，这个也是我自己 custom 的一个颜色。它是叫做死银色 silver matte silver， 然后我配搭一些紫色，所以它就带到有一点紫跟 silver 这样啦。然后我的 body kit 的方面呢，我的是 aspect body kit 来的，然后它这些洞口呢都是 carbon fiber， 它里面是 dry carbon 来的咯，然后配搭这个 front lip 啦。所以你改天可以考虑一下，前面也改成这样啊。听说 carbon 不便宜啊，比较贵一些啦，因为它的quality比较好嘛。啊、比方说 fiber 的话，你喷亮黑的话，它的波浪会看到很明显、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carbon 做在 fiber 上面咯，就带了比较 high quality 的这个效果啦。像这个 bonnet， 我们也是换了前面的盖啦，这个是我配搭 Warwick 的这个机盖啦、嗯，还有这个 aspect 的 front grille。然后旁边也是换了 carbon fiber， 哇，变的。所以几乎前面的东西是变 carbon fiber 了啦。啊，除了这个 bumper 咯，这样子会轻很多啊。轻很多的 carbon fiber 是轻很多，它带给你效果了，可是不会增加你的负担啊，不会塞到很多了，可是很重这样的感觉。对，我就讲到哇，你全部 carbon fiber 这样应该很多钱啊这边。你整，我们先讲啊，你整辆车改了多少？大概啦，大概。然后我们要讲到很准确。对啊。三到四有吧，三到四几多就自己想啊，自己想哦。OK， 然后还有改到哪里？后面的方面呢，这个 side mirror cover 也是 limited edition 的。So far 在 Malaysia 我也是 for golf 的话，我也是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啦。OK， 然后旁边的搭配也是 aspect 的 side skirt 咯、嗯，也是 carbon fiber 的 handle 也是 carbon fiber。哦、oh. ，OK， 然后现在看到他前面看屁股哦，然后这屁股就是跟我一样的，我选了，我就是看到这屁股很帅。来到尾端的方面呢，
我也是 upgrade 了 7 Wi-Fi 后面的尾灯啊，它是给 Max 7，不管你是 1.4、2.0 GTI 还是 R， 都是 plug and play 下去，不会有 error code 的。它就 upgrade 去 7 Wi-Fi， 这个很建议改啦，这个是一定要改的。很坦白说，然后我配搭的是 Aspect 咯，因为我的 body kit 是 Aspect 嘛，这个是 Aspect 的 spoiler 咯，它配搭的是 Rival Sport，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哪里不一样。然后在尾端方面，我也换成了这个 carbon fiber 的这个一个 logo 啦，它整个是 carbon fiber 的。然后我下面的方面，像他刚刚说的 ，Aspect Body Kit 就配搭了四处的岩板咯，有四个洞咯，会看到比较 sport 一点。然后我的下面这边也是 carbon fiber 的。尾端的方面就大概是这样子。OK， 现在就进去里面了。OK， 我已经进到里面啦，我就看到一个我最想要的东西了啊，就是这个 styling 盘啊。OK， 然后 OK， 你讲看你这边改了什么东西？因为你是升级嘛，从7到 7.5。对，在里面的方面呢，我是升级了 7.5 的 meter 咯。你可以看这个是 digital screen 的， digital screen 的它不是那个 meter 表了咯，它已经换成 fully digital screen 了，所以它是美观很多了的。跟我的一样了。跟你的一样了，然后它的风格、颜色那些都可以换的。是给 Golf 期待 1.4、2.0 GDI 跟 R 都可以升级为 7.5 啦。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是换成了 carbon fiber 的，这个是整个换成 carbon fiber 了的咯。这个打压的方面，还有来到最重要的 steering 了，我们天天要抓的。然后我配搭我的 steering 的是 forged carbon 最特别的这个carbon fiber 啦。然后我中间是配搭 Alcantara， 跟旁边握手也是 Alcantara。然后这个 pedal shift 也是一个 replacement 的咯。所以它有什么功能呢？在这个上面，它是配这个 LED 是跟着你的 RPM 来变化颜色咯。假如你是到了一个 level， 它就会转红色的。然后中间的方面呢，是给你来读这个 OBD data 的。很多他们不是装这些表啊，来读你的 turbo level 啊，你的 oil temperature 之类的东西吗？在这边你就可以读到咯，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turbo level， 你的 oil temperature 那些咯，你就不需要再装这些的啦。在这边就直接可以读到，这个是什么车款都有的，什么德国车款都可以看，奥迪啊、Mercedes 啊、Range Rover 啊，不管什么车款的 steering 我们都有做的啦，在这个方面。然后它是你自己设计的，要配搭怎样的颜色啊，握手要怎样啊，都可以的。OK， 哇哦，所以它里面也是改不少哎，就是改车会越深越深。OK， 好啦，就是今天就介绍 Rex 的车到这边。所以现在去看我的车，改了，所以开始我的车的 project。然后里面门框全部都是会有喷到啦，哦，真的嘞，对，因为它是换颜色，就喷喷外面那一层嘛，对，可是它你骨架 engine 的骨架全部喷到完，所以它是几乎算是像 full finishing 整两是吧？整两换到完了，哦，换颜色喽，哇哦，国外的 service 啦，哇哦，很漂亮。如果你们有兴趣要来喷色或改色的话，可以来找他们。
欢迎回来。OK， 我的车终于改好了。OK， 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一天里面可以改再加喷漆，然后改我的这个 spoiler bumper， 还有我前面的 lip。我觉得这个啦是比我预期中的更加满意。我们看照片的时候不懂嘛，但是这个是我要的 set， 所以哇，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很帅，很帅。然后还有其实的改装车，我觉得啦，不一定是说你要拿全套一起的，好像这个是 aspect 的吗？然后这个是什么的 ？revo， 这个是 revo 的啊。配搭起来，你觉得配搭起来是你自己喜欢的 style， 然后你就可以配搭起来咯。因为我们真的是太多款了，看你自己要怎样配搭啦。我会讲啊，这里的喷漆的功夫啊，我觉得倒很强，是因为它的颜色是几乎是接近了，应该我没有讲99%那，我可以讲是95%一样的。看看你看不出是 after 做过的喷漆的，是一模一样的，它连在一起了。所以非常的满意，然后也谢谢 Rex， 我的干爹啊 ，sponsor 我这些套件。然后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改你们的车的话，可以不妨的去按我下面的 description 下面的他的那个 link， 就是他的网站的 link， 还有 follow 他们的 IG， 还有 follow 我的 IG， 还有我的小蓝的 IG。如果你们喜欢我汽车影片的话，请留言跟我讲，还有订阅、分享、按 like。OK， 我们下一期见，拜拜。